很常欺负他，欸、他还跑去告诉老师。有影片吗？按照血流成河啊！如果当时看到这个话，我不会签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All In Five， 我是陈恩，我是哲威，我是杰明，我是玉成，我是博安。你们现在收看的是 All In Five 的频道，想要知道更多 All In Five 的培训过程、幕后花絮、生活趣事，还是各种秘密，只要密切关注我们哦，记得不要忘了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。We are All In Five， 正片即将开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今天要去感恩之旅，把专辑送给我们每一个感谢的人。我们期待今天出去走走，期待今天可以看到很多人。第一站要先去天母，我们现在位置在天母国小，接下来要见的同学是我十几年的国小同学，然后这个就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存在的一个雕像，是不是可爱？你最可爱，出发吧。好，紧张吗？有点紧张哎。突然间好紧张，不是才见过啊？很有吗？哎，哎呦！大家好，我们是 All In Five。噔噔噔噔噔，谢谢。还有一个出六零八，代表我们的班级。你有没有什么？哲伟国小的时候有没有做什么事情？他没有在欺负别人，但是我们很常欺负他。他就跟我们现在一样，跟现在一样了。没有，他那时候就肉肉的，然后 Q Q 的，很可爱。哎呦，看起来很好欺负。他们最常的就是把我们铅笔盒藏起来，然后有一次还藏到水壶破掉，他还跑去告诉老师。哎，那水壶刚买。国小有没有女生暗恋他？因为他跟我们说，他从小时候就很多人喜欢。你呀，据我所知，我六年级是没有啊，因为真的太偏肉了。你觉得他现在帅吗？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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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里面最帅的。其实上网查可以查到我们的时候。哎呦呦，是同一个人吗？我会觉得他很可爱，我想欺负他。对，粉丝截图时间。有变好吗？一点点了，一点点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他们？比较想要听你们唱歌。该不会我们要在天母国小前面跳 I Can See？ 你看你跳的。I Can See， 当我遇见你，所有答案渐渐变清晰。我肯定喜欢自己 ，To be the best of me。OK， 来来来。长大嘛，那大家都非常期待我们天母国小能够出一个巨星，我们就靠他特技校灯光。我们认识十年以上，然后从国小一直到现在，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互相帮助，只要在群组讲一声，然后大家都会出现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。他们算是我要走这一行之前第一个一直告诉我去做吧。然后我很常就会上群组说，可是我可能怎样子遇到什么困难，他们就会说就去吧，然后就想跟他们说谢谢。哦，友情的拥抱，友情的拥抱，一个大抱。我刚讲到流汗，然后讲一讲，可是又进入那个情绪。下一个是博安，我们要去的是我国中那段时间跳舞的地方，叫动手动脚，一个一间舞蹈教室。整整三年没有看到老师他们，也是我有点小紧张，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回去教室看大家。老师在这里，这里，肖老师。哎呦，我对我姓肖，对。然后五十 ，All in five。我这很好呀，专辑，对，他没有那个实体的，很少了呢。老师多久没看他现场跳舞了？哦，很久了，三年吗？哎，你准备吗？跟我一起跳，快点。I can see， 当我遇见你，所有答案渐渐变清晰。我可以更喜欢自己 ，To be the better me。会跳不难，可是要会唱真的很难。他让我印象深刻，因为之前他刚进来，所以他很生疏在舞蹈方面，但是他也因为他的努力，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比了全国热舞大赛。国一的时候有进决赛，我记得有一次是表演的时候你没有到，我睡过，对对对对，我就记得
我们就直接冲到他家去找，叫我去找他。都可以讲，对吗？有什么影片吗？全都写流程盒啊。不用。哎，等一下，停下。哇哦。真的还可以吗？知道有。我有一种有潜力股那种感觉。眼睛顾好了。哎，等等等。如果当时看到这个话，我不会签了。完蛋，这就是。老师，我想跟你说，谢谢你当初给我机会进了动手动脚跟热舞社。我觉得老师他就是很像我那时候的爸爸一样，跟我们很多生活上的照顾发生关系。也因为你让我国中三年的生活过得很多彩多姿，你的恩惠我永远都忘不了，是真的。那时候当初要送专辑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是给老师，然后我有空再回来找大家。爸爸好。看到了博安一些黑历史的照片，我真的蛮黑的。他们都没有爆料，就是因为我之前真的是个乖小孩。真的，我打从心底不相信。因为刚才刚刚有第二批人有进来，年纪比小孩子再大一点点，在高中，读高中，读高中，然后好像是玉成回头吧，然后他就说啊，他等过来了啊。他其实不好丑，赶紧回去。老师好，偷偷把我抓过去讲话，他就说不要忘记，表演最初最重要就是要感动别人。这个道理也是老师一直从国中就是跟我们讲了很多年到现在。博安的感恩之旅成功，成功。你知道多特别吗？哦，谢满，我们也是，谢满满，我们也有。哦，他是。带我进入这个圈子的恩师，是当时我在学校上课，然后老师就有跟我们聊天，然后聊到我对走这条路很坚定，所以他就帮我推荐这样子。我要进去了，老师在里面了。等一下，不要哭哦，徐杰明。好嘞，来。老师，我们有那个东西要送你。对，想把大家这么说的就是。就是我们要送给你我们做出陈传纪念专辑，哇耶，谢哦，就是特别来感谢老师，而且我可以打开，为什么要这么感谢？我现在站，对，我就期待，对，我现在是紧张，因为在那时候我偶包没有那么重，应该有蛮多照片跟影片。Oh my god！ 那时候比较完全零。杰明准备了一个小惊喜，要给我吗？没错，真假的？什么？要干嘛啦？红包我？没事啦，好了，一成会再嗨一点，我觉得个人特质会再突出。好，哇，知道吗？这是表演的时候，表演，看老师的表情。我告诉你，表演 ，OK， 还想还想。这样子吗？